好，我是丹丹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山东临沂华生的总部，我们来选你看看，这么多的美女全给来丹丹来助力了。我来戴个假发。今天带来，哎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华生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送到鲜花啊，不错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借您的吉言吧。嗯，对。嗯，这个是我们华生的一个总部，就是一个展厅啊，就是我们华北地区运输中心城市的一个展厅。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品牌都上千款，全部在这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哦，看一下。挺高的，我发现我今天是到那儿，全是除了我以外全是女的，全是女的，没想到今天在这接待我们的也是个美女，这弄得好尴尬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线上款线下都在一块区域，品种也多。哎，这个锅好啊，他们家的那个锅挺好的，对吧？你请讲一个，这个是吧？一眼就看着。回头我要这个锅，我要这个锅。是的，挺有眼光。因为这是我们家他们那个用来的，那边用来的，挺好的，挺不错啊。然后我们这个也就是这个颜色，哎，这颜色很漂亮，这个颜色也挺好，这个是粉粉嫩嫩，这个大气一点。对，是的，主要是这个东西炒着难喝，但是世间万物皆可做，还不用放油，哎，解渴茶，哎，还不用放水，特别好用，可以看这个。主要是你在用的时候感觉怎么样？特别好，特别好哈、啊！对，它可以把多余的油脂给炸出来，然后不至于使我横向发展。是的，是的，特别不错。它像它可以烤个红薯啊、鸡翅啊、排骨都可以。对，炒你薯条也挺好啊。嗯，对，薯条挺好的。有它就不用出去吃。对，非常的干净又卫生。对，是的。这个锅一定要啊，这个留着。对，这个给我们上。对，明天给我们上吗？行，好，没问题，那个协调一下啊。然后这边你看看我们这个买了你们家的绞肉机是吧？对，这绞肉机也可以啊。嗯。像我们这个哈，最主要使用起来是比较方便，是吧？平时咱老一辈人剁馅儿啊，提前一上午都在忙着馅儿，对吧？吃饺子一口就吃完了，那有它几分钟、几秒钟就把馅儿调好，是特别。哎，你这个都是这么大的吗？我们想。我不想要什么呢？我看这是几升的？这是三升的。三升，这是玻璃杯体。对，玻璃加厚的高硼硅的一个杯体啊。这个的话就是说我们用起来的话很方便，可以清楚的看到你们食材的一个变化，哦、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也就是说买个大容量嘛，你们家里过年的时候人多人多回来，对不对？你们买个太小的不方便。你这样吧，你这样的能不能给我们大的来一款，小的来一款？因为什么呢？有的人家里边就是没那么多人，如果太大的话，你搅起来不太好。哦，行，那咱给你给找。那我们申请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啊，再来看看我这边的电磁炉啊、电烤炉都有，还有养生。这个电烤炉挺好看，对，这个颜色，电磁炉颜值高。对，这以后慢慢的那个电磁炉啥都那啥了，这个。对，电磁炉用的多一点。对，因为它不挑锅具。啥锅都放上。对，你吃个盘子，吃完那盘子放上面可以热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方便啊，颜值也特别高啊。对，小清新绿的感觉。我发现我今天我不应该来，为什么？这个我来了，我感觉。家庭主妇。我是家庭主妇，我是家庭主妇。你是家庭主妇，你是家庭主妇。对，主妇。对啊，养生壶也挺好的。养生壶。对，可以烧水。这个我们可以上吗？可以是吧？这个我们上养生壶。那个养生壶它可以就是用那个药膳的什么的啊。可以，要煮那个煮茶，然后粥煲汤，然后做粥都可以。这个看那个好像就煮个蛋啊，对，这个特别方便那个。然后今天是带我们家的娘子军出征了。农家军的娘子军。对。这个话，我们这个价格在是零售双方的99一把。哎，你这样吧，99一把，你这样，你给我来一个网站，把这个当福利给我们送。对。那行，那明天来就记得来直播间啊，明天再来揭晓这个答案。然后，但是我说一下，这个刀的话，只有抖音平台可以卖，啊，其他平台的话不能卖，因为刀不是。啊，那就是在抖音上的看直播的能卖这把刀。是的，哦，就是像那个水杯哈，你们可以看。杯子是吧？啊，好可爱。上学了，小孩们。将来开学了嘛？对，要带呀。但三岁啊，喝水了。对，我可爱，可能喝水了。是吧？多喝点水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这个一看也是运动款的，拿起来也比较方便。你看里面带有茶漏，可以泡个花茶呀，都可以。耐高温的，食品是 PP 的材质，宝宝奶的意思。那个小瓶子用的挺好啊。对。
这个能给我们上吗？是不是？可以可以。这是一套的吗？对，一套。你看，看它有一个刀子，插个小杰森的那个勺子小了。对对，小杰森用真好，这个。对，这锻炼孩子一个动手能力，吃饭能力。对，自己去吃饭，啊，培养孩子。这个是304不锈钢的。对，304不锈钢，还带一个小杯，一个茶杯，可以喝汤、喝水，都行。哎，帅呀，帅！还有粉色的啊，男宝宝用蓝色的那个，女宝宝用粉色的，都行。这挺好。我这个也不上了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提前备啊，提前备一道，对，送给自己的小外甥女啊，小外甥女，对对对，都可以，太漂亮了，这个给我们当一大福利发了，小孩是咱们未来的花朵，花朵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这边呢，就是把这个给我们当福利。你这说话我都没法拒绝一样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怎么这个要当个福利送给宝宝们，让孩子们茁壮的成长，对不对？行，那咱明天期待啊，给你们一个惊喜啊。行。然后咱这个也挺不错的啊，展示杯是吧？哎，挺好看的，颜色也挺。两个颜色是吗？对，两个颜色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出门携带呀、啊，想喝一杯鲜榨果汁，哎，你不用去买了，可以自己随时做，哎，随时喝随时榨。然后我们这个，哎，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单呢就是可以榨果汁，还给它研磨，研磨花生碎呀、啊，然后姜呀，不是就是咱那个蒜呀、啊，什么东西研磨，方便啊，比较喜欢。当时想跟研磨精油也可以，哎，挺好用的。哎、看上锅了。哦，有一个看上锅。那是这款啊，这款锅。这款锅。哎，很漂亮是吧？这个锅我看那个挺高档啊，对，填的很高端、啊。对啊，这个地方没有铆钉，对 对, 对，清洗的好清洗。哎，是的，方便。而且我们这儿，它这个是里面是有一满是那个蜂窝巢的设计，它是达到一个物理不粘锅，它不容易粘锅，空间也容易粘锅。对，可以把菜食材加工了。对，加工食材的这个，对，是的。然后你看我们这个锅，它是七层钢压铸的，它更加的均匀。但是它这个手腕设计挺好，对，防烫的，不粘手。别提了，结婚之前有一件特别生气的事儿。对，看他手上烫的，现在还烫了，刮了吗？当时结婚的时候条件不是太好，买了锅花了40块钱，也不知道是铁的还是钢的啊，反正不太好，没有这个隔热手柄。当时一着起来火，直接把那锅拿到外边烫了啊，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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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好多人还说我这个是一个白癜风，我说不是，我是烫的。我也看到。所以说要不要买个好点？对，买锅一定要买好点，而且这个锅我感觉，正合适，也不是那么重，也不是那么轻。正合适，你单手就颠起来了。啊，手柄长主要是，对，手柄短的话也烫手。对，特别太短了也烫手。而且我们这盖儿也是一个，不是一个普通的盖儿，是一个防摔防爆的盖儿。就是说，哎，如果说我们在做饭的时候，哎，不小心忙忙着慌，不想碰到这个盖儿，哎，你真敢扔啊！一不小心它会哎摔坏了。你以为看它这锅这个颜色要跟别的不一样，对，挺好的，哎，防摔防爆的一个啊。对，如果是白的，哎，这个锅能给我们上吗？上了吧？一定要上，一定要上。